不止说我傻气，是一颗无私的爱心，随时赞美的歌声和愿意付出所有的生命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，要献给我们的主耶稣。新的消息，传到碧林城城外的所在，有几个牧师对南方前来邀会，各样的人献出因虔诚敬畏的心。这几个牧师带来了黄金、乳香甲物料。今仔日，当咱来敬拜这位君王的时，咱有甚物通献上？神的弥迦早在多年以前。甚至伫上帝应允还未实现以前，伊已经问过家己同款的问题，总是伊的答案到今也无变。我就因耶和华伫至高上帝面前跪拜，我会当献上什么呢？耶和华敢会介意千千只羔的羊吗？或者是万万条溪的羊吗？我敢会当为着家己的罪过？献上我的大件吗？世间人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的，伊要问你爱是什么，独独爱你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甲谦卑的心，甲你的上帝相甲己。